说了这么多，您是不是也很好奇，这南卫东的神奇乐器都能演奏出什么音乐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南卫东的奇妙音乐世界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刚开始发现的气质瓶，第一开始呢吹的是有意地有天长，现在我给你们吹一点，你听一听，我们展现一下你的成名曲啊。好，好，来。这个就是我第一开始发明成的乐曲。哎，我觉得听起来挺好的，有点像排箫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忧伤的意味啊。哎，有一点像，对。换一个风格行吗？来个欢快的。好，既然我们马丁老师说了，那咱就来一个快的，好不好？问题是是是，太棒了，这个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我这首曲子呢也练了最少有3个月，光这一首曲子都练了有几个。主要脖子受不了是吧？那当然了，太吃力了。是是是，关键这个速度太快。